我们的船的设计很特别，我们的船舱下面两边有斜角的玻璃，可以跟我们看海底。哇，所以是有一个秘密基地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哦，期待哦。这一晚我们称为琉球洞。主要是当地一个比较特色的小那个特色的料理是鱿鱼小峰。对，一道。博森刚刚其实他还开玩笑跟我说，你在小琉球啊，穷的没有钱买猪肉，我们都是吃龙虾的。哇，这片海景，我觉得就算来到民宿哪里都不去，光是看着海，我可以一直一直看到夕阳，我也觉得好美好美哦，舍不得把目光移开耶。我看到除了葱之外，好像还加了什么？我们制作的油葱酥。啊，加油葱酥，好酷哦！第一次看到葱油饼里面有加油葱哎，这是我看过最酷的一个毕业典礼。就是把我们小琉球环岛一周挑战接力出航，我们适时让我们的孩子在海上回头望我们这块出生的土地。哇，品种不同嘛，我就大粒呢。这下面品种，在这日本。哦，好重哦，就大粒呢。啊，这阿美够是，这里要跟我的脸一样大了。